妈妈，这些已经不该吃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肚子饿了。嗯。马上开饭。不养人的虾。鸡仔鸡。地瓜叶、西葫芦、南瓜。南瓜。米饭。妈妈，这些可以吃了。嗯，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妈妈，再吃吃肉。嗯。不想吃一下。妈妈，你再吃吃肉。妈妈，这些好可以吃呀、啊！妈妈，啊，我想不到。妈妈一天被他安排的明白的。先啃个鸡爪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吃到了，又好像没吃到，啃半天啃了个寂寞。那我可不在这里的。越啃越疑惑。这里吃点肉真不容易。谢谢妈妈，我啃完了。吃点不用啃的吧？别看我吃啊！还是瞎吃着有真实感。看见妈妈啃鸡爪，好像又跃跃欲试。我要去吃一下吧。吃饭吧，吃完再给你吃。被拒绝也没关系，菜也很好吃啊。肉松、海苔。外国和萝卜很幸福的，我们来吃直播。搞定收工。谢谢妈妈。